士好剑，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Final Fantasy 7的降临神子，掌声欢迎。第三个 pose， 哇，把握时间，感觉很难撑，5、4、3。
动作戏实在是这个张力太强了，超酷的。好，来谁先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们是爵士好剑，我是世家，他是眼剑。耶、yeah ！那今天为什么你会想到要选择这个作品这个角色来表演呢？因为最近那个太空战士刚30周年纪念，所以我就想起那个。我记得这个原因好像是台下的时候随便 cue 的。这都是不会。OK OK， 好，那我有发现你们有说到，其实原本应该是之前的组合贵族世家来表演，那为什么现在变成是这个爵士好剑的组合呢？因为原本我们要做这个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在那个躲在里面的贵族呢，他觉得我们不在。来，欢迎一下，欢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贵族。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贵族之家。好有梗的团名哦。好，所以当初为什么原本应该是你们这个组合，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呢？他提议要用太空战士这个等级，然后他提议我扮肉食，就他的角色，然后他 cos 地马，他要 cos， 对，他 cos 地马，但我觉得以他的身材来说 ，cos 地马对一般人来说太刺激了，他身材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身材太好了，一女生。某种意义上，我比较希望看到他 cos 地马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要他 cos 地马的话，不如我来 cos 会更好。我觉得可以，对，我也觉得可以。那你们下次要不要考虑一下互换一下？如果有22年的话 ，OK OK， 没问题。那我有看到贵族世家，你们之前刚好前阵子大阪环球影城有舅舅的主题，你们是不是有出了舅舅去那边拍照？我是的，我们因为为了玩那个 4D 的游乐设施，我就扮成陈太郎跟他扮成 Leo 去拍照。那个现场很多人在你们围拍吧？啊，没错，我们差点都要变成那种。会景点，会景点，移动式景点。你们是不是就100公尺要走个3个小时才能走？对，超难走。我们晚上要去看海贼王的舞台剧，中间过去一堆人在玩跑，哇，还挺累的。天哪！那我有看到，就是如果想要知道他们啾啾的扮相的话，可以搜寻什么可以看到？搜寻巴哈姆特19周年。没错。准备这个表演的过程，听说有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好，我们正在练表演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彩排找地方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台北的魔术和平公园，就发现那边的草地满满的都是米奇之类的东西。米奇，我们就找了一圈，找了很久，我们才找到一个可以练的地方，然后就练一练之后，还满身都是伤。那边很多已经 dead 米奇，对，而且你看我们的地法的脚也都练到受伤，就虽然有用丝袜套起来，不过真的很辛苦、很认真的为这个演出准备，真的。大家看到他表演的强度很高嘛，其实他们平常练习的时候都是到处滚来滚去啊、跌来跌去嘛，一定这个武打动作一定是很多是真的会不小心打到彼此，对不对？而且那都是我打到他。但是最后那个动作是你在下面哎、欸，我也真的打了。OK OK， 那个动作你们是不是瞧了很久啊？感觉一不小心真的就是踹到了、欸。真的踹到就踹到了。天哪！不小心踹到了。